以今天来这场值了啊，见了这个好朋友姐妹啊，情深。然后我们请那个嘉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电影的感受吧。我演的还行吗？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就是三位都演的特别好。然后我想说一下，就是今天那个花准备的就是菊姐，就是橘子，因为你非常的热烈，嗯，然后非常的大方。然后韩玉你最后说啊，纯就是蓝色，因为感觉他特别的纯洁且有力量。嗯，然后韩玉就是酸酸甜甜，就是我。我觉得这是他的标志，然后跟他的性格也很像。对，然后刚刚看电影有一个部分非常的刺痛我，就是李纯在登录那个社交软件的时候说是因为水瓶座。你就是啊，说我看的时候啊，好像轻轻的被扎了一下，因为我也是水瓶座。我也知道我很奇怪，但是对吧，对，不需要别人不需要解释啊，不需要解释，因为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太理解。人特别好看，然后感觉三位女生演的也非常接地气，然后很生活，就感觉我也经历了他们除了婚姻之外啊，除了婚姻跟怀孕之外，其他的好像都经历了的感觉。嗯，对，很过瘾，是不是看的时候很厉害很厉害，而且他们刚刚出场的时候真的是吓了一跳，拼了呀你们，尤其是菊姐。我本来还有想要拿麦遮一下，没事儿，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能露，是因为这样宣传有限制，你懂的呀。你懂的，就是平台会那个，所以大家后期如果发的时候给我 P 个爱心什么的，别 P 更奇怪，你们现场看一看就行。别 P